突然间想要啉腊茶呢，但是台湾无遮济妈妈档，家己做就好啦。什么恁的破破破破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住伫台湾的马来西亚人，什么恁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正港台湾人，就喊我是。今日就是要来油茶。牛，嘿，今日就是要来怀念我家乡的印度腊茶。我不要讲那个了，牛的，不要牛了，因为外来语。我有去查哈，这个腊茶的做法，你要准备伊家己的茶叶。茶叶怎么讲？茶叶哦、喔，嗯，大家看，茶叶。茶虾怎么回事？叶子怎么讲？叶子。叶。对啊，你会啊？茶叶。茶叶，茶叶，可是我们都会讲茶米，茶米为什么？茶米，茶米，茶米，嗯，因为一般的茶米特别出来这个拉茶的 feel， 所以我寻寻觅觅，找个足久的，就找到一个印度的店，的头家卖给我的茶米，是利顿啊，这就利顿啊，对，虽然一直利顿，但是哈、哦，超市买不到的哦，头家跟我讲，伊就是用来做。拉茶的，除了这个印度的茶米，拉茶还有一个灵魂，就是它的奶。看，我有备了两种炼乳。用牛奶不行，一定要牛奶也可以，但是哈、哦，我自己介意炼乳的 feel。我们上次去那个妈妈档，好像也是炼乳。对，炼乳很重要的，对我来讲就是有炼乳有香啦。OK， 但是你拉一罐，我拉一罐，先来泡茶。哎、欸，泡起来足细粒的哈。就说不是一般的茶叶，走喽，去泡喽！你看，你妈就要泡，一直在卡痰，这个就是要泡大分钟，抬杠一下。哦，这个好重要的感觉哦。对啊，一定爱深红色。我看妈妈档的师傅做出来的茶，拢是接近乌色的。哎，古早味红茶也是长这个样子。古早英文是什么啦？Black tea 呀、啊，对啊，那不是黑色什么？对，为什么拉茶杯油嘞？为什么？我问你啊。因为帅啊。是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拉茶都是热的，他想要让它降温。对，我有听过这个讲法，讲法，因为茶烧烧，所以被油一下，可以变热。不是说它这样拉会比较好喝吗？有第二种。更缓，就是要可以拉过均匀。那我们就拿那个搅拌机，像当就好了。那就混个细个东西。不会啊，桶子弄大一点啊。很麻烦呢、欸。你这样才麻烦啊。对啊。还有转圈哦。可是还可以表演呢、欸。对，所以是为了表演嘛。对，应该就是个帅帅安呢。棒。现在就是要加炼乳，啊，可以变甜，加变奶安呢。来来，来了来了。对不对？不要捣，是有一个捣蛋鬼。你怎么知道加多少？味道试一下，有些人喜欢甜的。其实拉茶的炼乳加很重，就很胖。对，拉茶的已经出来咯。这个就是我泡的拉茶，拉茶体验开戏。哇，有泡泡的，你看很成功哎。不要那么多泡泡吗？啊 ，OK。好。哎，拜，要上桌了哦。你要右手倒吧。没关系啊。这就是 Smalling 特制的拉茶咯。嗯。我喝最准的，我喝最准。你看啊，边调这个泡泡就是拉茶的精华。没错。速战速决。你 test 的是什么？双燕牌，双燕哎，双燕牌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。我先让台湾人来体验看卖拉茶的感觉。台式拉茶。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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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哎呦，好恐怖！好啦，先练两下啦，不要一下子太高啦。
所以要。哦，来了，很有感觉哦，那个很像上厕所的声音哦。哎呦，滴下来！哦，它滴下来了，泡泡也入来入这。有天分哦，例如贝贤。我可以去冯家打工了吗？来不及。去南亚又是打工。贝贤应招师傅的功力已经出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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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标准，这个就是印度拉茶的色，这个就是第一波搞的色。我在台式拉茶，台式拉茶茶比较淡。对啊，因为伊是第二泡。对啊。我是第一泡。嗯，还不错，有那个印度香料的旁边。我觉得我都是那个炼乳味。哎，换你，你喝我的这个超浓的。茶味不够。嗯。酸酸的。我的太甜了，所以喝你这有点酸。但是意识到了，意识有道理，意识到了，但是就是少那个一个味道，我不知道是茶还不够浓还是怎么样。我觉得是茶还不够浓，怎样煮的？这茶一定要做五到二的对啊，安尼不够哦，连 double 哦，弄半壶进去这样，我觉得不正统。没有什么正不正统，因为波港的师傅吼做出来的拉茶拢波港的，只去台湾的妈妈档啉到的差不多就是安尼。但是我们那天去金爸爸喝的，比这还浓。嗯，金爸爸够较高诶。OK 啦，今日的挑战甲体验就差不多安尼咯，就失败喽。也没有很失败，我喜欢我这杯呢。要十五分真的。OK 诶，这个台式嘛，这个马式嘛呢。这样我就很愿意承认这杯是不及格的。不要紧，我跟你做拍拼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会努力的。努力成为拉茶师傅。OK， 今天的下集就到这哈，麦麦的爱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铃铛。好，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